你现在变名人了，你已经跟模特离开了，没关系，不用走台步了，对，不用，不用了。他从来没有要走台步吧？他以前走台步，以前是模特，不是，他是来预备的。你可以让，那我们看到你走台步的感觉好不好？老师，没有戏，猫台，猫台，准备，给我 model， model， 林一九 model， 头脚爬草，没错，压脚背，压脚背，2019春夏新装，走，漂亮，漂亮的，漂亮的，首席模特。私下聊过，所以你有没有往搞笑艺人那边走？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想输了？你看谁？赢了，变脸。你要找我吗？观众朋友是他找我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愿意的。而且我们这都安排好了。拆掉，你知道吗？脚趾头要废，拆掉，拆掉，拆掉，用拇指跟食指这样，神机啊！